和的鼓声响彻在部落当中，为了传递韩西国小100周年校庆的喜悦，消防特别安排森巴鼓队到韩西部落、四方林部落、华兴部落以及星光四个部落采接。虽然天空下起毛毛雨，但不减小朋友们的热情。打鼓是因为校庆，百年校庆，很好，很开心，为那个韩西国小百年那个周年庆打的，还是很开心去传递那个我们打鼓的精神。韩西国小希望透过森巴鼓的演出，不只将讯息告知部落，还结合了卫生所来做卫教宣导。一方面是增加一个热闹嘛，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传达这样的讯息啊，最后就是说结合健康议题，这样更多元，这样的游街的方式会可能会更。我觉得比较有意义了。韩西国小是宜兰部落地区小学第一所百年的学校，校方也举办晚会以及村校联合运动会，让校友们回到学校，透过活动相互联系情感。记者抓立夫宜兰大同采访报道。